式胸垫，这样按，然后它就可以充气，依照你要的大小，然后来充气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好棒哦，马上变短。我比较小孩，这万没好了。哎、欸。效果有没有差？哇！一边平的，一边真的。如果用针刺的话，马上就消掉了吧？这边比较小，哎、欸，真的不错，而且很方便，一塞然后一抽。我帮你瞧一下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扁掉。那我要放掉吗？这样放掉的话，就按这个地方，猪猪消气的，消气的，嗯。然后要增加，就这样按。按，对。是有一个这个，对啊，塑胶的东西这样按，很特别、欸。有人要询问来什么问题？我想问说，如果它脏的话，可以用水洗吗？可以水洗，晒干就好。平常我们直接塞在胸罩里面，然后拿去洗，你有没有发现垫子会变黑，然后变形，而且会变硬的，有没有？可是这个不会变形吧？这不会。要用的时候把它弄鼓，然后不用把它放掉。像它这个充气是填充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放在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稍微按摩一下？如果你真的要按摩的话，其实按摩胸部还是把它拿掉啦。这多少钱？这个超便宜，不用去隆乳，199，199。外面水饺店一个要200多块。嗯，在网络上买。网络上买，你看我分 size 吗？没有，就是在外 size。人家就可以伸缩自如，对啊，看你要多大多小，我问清楚哦，就一对。你想要偷用对不对？对，我需要，我需要，我下一集准备来用。好好，非常棒，谢谢，谢谢妹妹。哦耶！看到没？当主持人的好处就是在节目中可以 A 到非常好用的压箱宝，可以让你从 A 扁扁的变成 C 鼓鼓的。哦，赞 ！By Beauty Make You Pretty。